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， 在陕西秦岭生活着约345只野生大熊猫，它们的生存面临着诸多威胁。你愿意和我们一起成为熊猫守护者，助力秦岭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公益竹林种植吗？让我们一起奉献爱心，缓解野生大熊猫的食源问题。